濒危动物是指由于物种自身的原因，或者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，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动物物种。一般性来讲，濒危动物指的是珍贵、濒危或者稀有的野生动物。随着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越来越严重，世界高头有的交关生物正面临了搿种危机。目前有的5263种动物濒临灭绝，但是搿只数字马上就要更新为5264种。因为会得讲上海话的野生上海人要灭绝了。现在讲得来上海话的小举头是越来越少了，望大家可以让小朋友从小讲起来。妹妹啊，现在小囡压力已经老大了，勿好逼的呀。是的呀，像阿拉孙子回来夜到还要上爱托班，看到伊拉已经老辛苦了，侬再让伊拉学上海话太作孽了，没必要的嘛。不用我呀，那平常帮伊讲上海话就可以了呀。哎哟，搿帮小囡勿欢喜讲的呀。勿要讲想影响伊拉讲上海话唻，有辰光帮伊拉讲法讲法，自家都变成上海普通话了。反正好交流就可以了嘛，下趟总归学得会呀。是呀，对不啦？是呀，是呀。讲了太对了。现在的小人侪压力太大啊，伊拉勿会得讲上海话，就勿会得讲伐？只要身份证高头是310开头，外加有的医保就可以了，对不啦？好了，走吧。再帮帮伊拉吧，没花头了，搿能介勿好呀。干啥勿好啊？大人小人侪可以轻松一点嘛。是呀，上海又勿是没人讲上海话了，阿拉勿用老急啊。哎，一讲到可以轻松眼哦，哎呦，这只面孔侪开心得来，像摸了一副文青脂肪刚开王牌的牌一样。伊拉现在勿讲，下趟只会更加勿会讲。等再过勿几十年，阿拉统统去龙华报道了，全上海就没人讲上海话了。到埃个辰光，哪个宝贝小囡一个一个侪是拿上海话做脱个凶手，而衲就是帮凶。讲啥人凶手啊？哎呦，你再讲遍。我讲的就是哪个孙子孙女，上海话只会听不肯讲，搞得来现在一个一个侪像来了上海交关年数的外地人一样。侬搿人哪能搿能讲闲话了？我讲了勿对嘛，小辰光屋里向上海话没教育好，葛末现在上海话变成了社会问题，上就到外头来就会得被人家教育咯。伊拉小辰光是讲的，但是到学堂里向再勿讲了。侬搿人做啥啦？伊拉又勿是真的勿想讲的咯。侬勿了解就不要瞎讲了。我勿了解，我今朝就勿会得辣盖搿搭讲搿闲话。对面学堂辣盖搞的啥推广普通闲话，还专门寻了一个推普员来做讲上海话的。说出来又没钞票，弄得来像德国人的盖世太保一样。可是那是没人敢讲上海话的呀。但是语言环境越恶劣，阿拉越有责任要教好伊拉，引导好伊拉。阿拉小辰光，上海话根本是不用教呀。哎呦，搿个样子的呀。侬也讲是小辰光，现在的上海已经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。现在的上海是全中国人的上海。全国各地的人侪会得到上海来。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，搿是没办法的。外地人口只会得越来越多，伊拉一开始听不懂上海话是老正常的。但是5年10年过去了，侬当伊拉真的勿懂吗？伊拉只是勿想讲而已。对阿拉上海人讲呵呵，以为伊拉真的勿懂，一直用普通闲话帮伊拉讲，讲嘛讲嘛还是真的讲。讲讲伊拉听勿进去嘛，就勿要再讲了呢。最后还拿自家上海话统统塞进去。外地人勿讲上海话，那真的勿好怪伊拉。我要是拿侬读到外国去，外国人每天碰着侬，勿是帮侬讲 Are you eat rice， 而是问侬侬饭吃过伐？侬出来还会得讲英文勿啦？侬勿会了呀！人因为侪是搿能个，辰光长了就觉着理所应当了，就会得觉着阿拉辣盖闲话搿搭歧视伊拉了，就会得觉着阿拉帮伊拉讲普通闲话是应该的，应该之理理呀！上海人辣盖上海讲上海话勿是老正常啊！还有，㑚勿要觉着自家好像没啥问题，哪个问题才是最大啊？造成今朝搿只局面，帮外地人勿是老搭界，外地人勿想讲上海话搿太正常了，但是上海人勿讲上海话搿就是勿对的。拿上海话本来才讲了蛮好，但是把15岁小朋友带过去讲啥勿伦勿类的上海普通话，我要是养了一个勿会讲上海话小人，我帮养黑五双有啥区别？呀！哎呦啊！侬小人才是红烧鸡，那你干的才是红烧鸡。我晓得侬不是想打我，侬是想打一块红烧鸡。侬都搞小人红烧鸡了，我不逗侬啊！你要是辣盖屋里讲一句普通闲话，侬就被一个男皮带；讲一句普通闲话，侬就被一个男皮带。保证勿睬你，上海话比阿达哥还标准。阿拉晓得上海话里向有的交关闲话，普通闲话是根本翻译勿过来，也讲勿出一种有腔调的感觉。比方讲，侬晓得出口普通闲话应该哪能讲伐？侬一记头根本想勿出来，但是阿拉上海人就可以讲。侬搿人哪能讲出口啦？侬哪能又出来一泡烂货啦？阿拉一听就晓得是啥意思，但是勿懂的人就真的以为搿人出来一泡烂货。如果侬今朝侬讲侬不开心，要去阳台寻死，我帮侬讲，听不懂的人都不会得过来救侬。侬有本事拿小说了、小棺材、小巨头、小文士、小八拉子用普通闲话翻出不一样感觉不啦？还有刚刚伊讲，我刚刚刚伊讲一讲，侬普通闲话翻得出搿种味道不啦？侬如果去饭店里想吃猪肉排，侬帮服务员讲我要辣酱油，伊如果不理解的，伊就会得拿老夫帮酱油一道拨侬。万一侬帮一个新来的外地人结婚了，伊硬就要把小人气成名叫痰盂馆，侬的娘不要混过去啊！但是有眼上海人讲上海话老洋气棒啊，真的还不是不要讲。
侬一讲到我就一包火。搿眼杨金帮的朋友侪是想好人，但是因为被㑚搿种想法弄得来都勿敢讲了。上海话假标准有啥用啊？又勿是考试哦。十六亿中国人里向，我都没看到多少人破坏我老标准，还勿是活了蛮好啊？我帮㑚讲，我推广上海话最恨的就是碰着㑚搿种长了自家当结棍，辣盖新造村门口头耍小人。外加㑚又勿是勿晓得，现在上海已经老少有只上海话节目了。就是去年南北有只啥节目，结果连主持人、嘉宾都勿是上海人，搞到好上海话都出去了。碰巧我正好辣盖做上海话视频，难么搿几搞了，从五六岁到七八岁就统统过来看了，弄得来往来，懂得来要死啊！本来只想到吃饭出国辰光等个出来做视频啊，现在搞得来除脱吃饭出国，其他辰光统统辣盖做视频，后下向辣盖视频里向抱怨某某人还只好用，两个鸡拉来憋死脱我啦！总算讲出来了，得意了。陈娇，接下来是第693号上品，是一个会得讲上海话的小囡。伊可能不够标准，但伊确实是上海最后也是唯一一个会得讲上海话的小囡了。让阿拉听听伊的声音。我是住辣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囡，今年8岁，辣读小学2年级。我当的最好的中单英雄是小乔，最出气的是黄忠。这老帮瓜娃来抽钥匙。底价500万，600、700、800、900、1000、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、1007、1008、1009、2000，要写特别老了。